请接着看十方佛第六段第五尊佛法床佛表为众生作这法也，见法床列宗旨，大行教化，佛度众生。这是名号里面的含义。床是旗帜一类的啊，我们一般讲标志，它的形状呢是圆形的，有一点像现在那个飞机场我们看到的风筒啊，有一点像这个形状。在中国，在日本啊，大的寺院里面呢，我们还常常看到啊。古时候寺庙里面讲经说法啊，就是我们现在讲的上课吧，怎么样是通知别人来听呢？啊，来一起学习呢？佛法是师道，中国人对老师非常重视啊，啊，非常尊敬的、啊，所以知恩来学，未闻往教。啊，学是要求学。你要到老师那个地方去求学，没有老师来教的，老师要非常谦虚，决定不敢招你啊！现在讲招生呢，从前不敢讲招生的，招生太狂妄了啊！你有什么德行能够教别人？越是有道德的人越谦虚啊，那怎么办呢？啊，就用翻床，用这个方法啊，来通知大家。啊，今天我们这个道场里面有讲经，啊，教学，我们的旗杆上啊，就悬床。啊，人家老远地方看到，哦哟，这个道场旗杆上挂的是床，圆形的，就知道今天有法师在讲经说法。喜欢听经的人呢，自己来了啊，所以不是招生，通知你啊，你愿意来就来，不愿意来就不来啊。用这个方法完全是自动的啊，谦虚啊。现在这个时代不一样了啊，现在这个时代已经进入到高科技了啊，所以高科技呢，那我们这个帆船用不上了啊，那是很近的距离才行啊，远距离是就不能产生效果了。哎，现在我们把讲经的时间啊，频道印成像广告一样啊，介绍给一切大众啊，让大家都知道啊。他要是喜欢听经啊，喜欢听什么经，在什么时候什么频道，他到时候他自己去打开，跟这个翻床的意思完全相同。
所以介绍人听经，现在可以不必赠送啊这些经书啊，啊这个录像带、录音带啊都不需要了。啊，最好什么呢？印卡片，啊，像名片一样大，印卡片，啊，把这个讯息印在里面。啊，我们的亲朋好友、认识的人，啊，送他，啊，他欢喜听呢，他会拿到这个资讯呢，在什么时间啊，什么频道，他都能收得到，啊，或是在网络上，或是在电视上，啊，卫星电视上，这个好啊，这个就是寻翻船的意思，啊，介绍人呢听经闻法，那么寻翻呢，多半是做法会，啊，通知。你有时间我们来一起共修啊，这个共修法会呀，用幡，讲经说法呢用床啊，叫法床啊。教学啊，讲经教学就是为众生做这法眼啊，特别是初学，初学这个佛法真是浩如烟海啊，法门这么多，经典这么多，我学哪个法门呢？啊，哪一个法门能适合于我呢？啊，所以法师他自己修行教学有经验呢，可以帮助大家选择法门，提供啊修学的参考。啊，这个就是为做法眼啊，帮助大家选择法门。啊，这个需要智慧。啊，尤其传法的法师啊，这个传法就是讲经说法传道啊，啊，一般宗教里面讲的传教士啊，他一定要了解现实社会状况一般人他平常他想些什么啊，他说些什么，他做些什么，要细心观察了，然后啊，你的教学，你的说法才会契机。啊，你所提出的东西是他们迫切需要的，啊，那大家就欢喜了，啊，愿意来学习了。那么现在社会动乱，大家最迫切需要的是社会安定，是世界和平啊，是人与人之间能够啊和睦相处，能够互助互作，这是当前迫切需要啊。那我们这个教学的课程要选择这个为中心重点呢，啊，对于个人来讲呢，啊，个人利害得失看得比什么都重，啊，利害得失里头总不外乎三大类，第一大类呢求财富，啊，升官发财。啊，第二类呢，求长寿，健康长寿，这都迫切需要的。
啊，从这两桩事情，我们提供啊第三个课程，智慧，求智慧，为什么呢？你想求升官发财，你想求健康长寿，都需要智慧。你没有智慧，做不到。啊，那么在佛法教学里面的排列，智慧是排在第一了。现在世间人把智慧呀摆在后面了，啊，他头一个就是要发财呀，啊，其次才讲到健康长寿啊，这颠倒啊！啊，佛法教学里面、修行里面，头一个是智慧，求智慧；第二个是健康长寿。那个发财是后面的事情啊，不足重要啊。啊，有智慧了，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了。所以佛法自始至终所求的是无上正等正觉。啊，这一句话要用现在的话来讲，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。啊，佛法是智慧的方法，佛学是智慧的学问呐。破迷开悟啊。这个叫佛法，佛这个字是梵语，意思就是智慧，是觉悟。啊，所以佛法要从字面上翻译，就是智慧的方法，觉悟的方法。啊，那么你才真正有能力、有智慧，为一切众生选择最好的法门。啊，让他学起来不难，又能得到最殊胜的利益。这第二句呢，见法床，立宗旨。啊，见法床，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是见道场。啊，现代的道场。我们不能不遵守印光大师的教诲啊，他老人家教给我们这二十世纪以后的道场，小型道场啊，啊，时代跟从前君主啊，农业社会不一样了，所以道场不能跟从前一样。啊，现在道场小型道场，祖师告诉我们，注重以二十个人为原则，啊，不要超过二十个人。啊，他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，啊，小型道场，不要化缘。真正修行会有人供养，啊，生活清苦一点好。啊，为什么呢？清苦能够激发道心，使你对这个世间没有留恋，啊，没有贪爱，没有留恋。你求生西方净土的心恳切，啊，道场建大了，富丽堂皇了，人道心就没有了，啊，为什么呢？他起贪嗔痴，他贪念，啊，这个环境，
不想往生啊，攀缘的心就生起来了，都是障道啊！啊，祖师讲的很有道理啊，小道长啊，住几个志同道合的在一起修行，好啊！啊，不做法会，决定不做金蝉佛事。啊，就是一个纯粹的念佛道场。啊，他讲这个不收徒弟，不传戒，啊，不做法会。祖师讲，连经都不需要讲，老实念佛。啊，每一天的功课就跟普通佛七一样。啊，20个人在一起共修。啊，我们今天看现前社会状况，体会到祖师这个想法绝对正确啊！但是在我们现在这个社会状况之下的时候呢，要听经啊？为什么呢？不听经你不明理。不明理念佛也是盲修瞎练啊！从前那个时代行，现在这个时代不行对。这个我们要了解啊，现实状况啊！啊，遵守祖师指导的原则啊。那么现在，我们这个小道场啊，需要听经，一天至少2个小时听经啊，其他的时间呢可以念佛。听经一天都不能中断啊！听经不但让我们明理啊，每一天听佛陀的教诲。坚定我们的信念啊，化解我们的烦恼妄想习气啊，听经容易化解，皆心相应啊。如果是初学，烦恼习气重，最好每天听经4个小时啊，这个念佛堂呢，念佛呢12个小时啊，能够这样修，没有不成功的。真干了，这个道场肯定诸佛护念，龙天善神拥护啊！啊，至于弘扬佛法、利益众生，啊，那就是用这个网络、用卫星电视啊。所以这个小道场里头啊，附设一个小型的摄影棚就够了。啊，这是对外弘法啊，对外弘法呢自然有人，不用我们自己操心啊。我们只要把这讲经在内部啊，每一天讲经2个小时或者是4个小时啊，把这个录像录音留下来啊，有一些信徒们很发心，让他们去传播去就可以了，不要操一点心啊！
啊，与外面的界，这个界外界，啊，最好少接触，越少越好。啊，我们的心安定。啊，当然会有几个热心的居士护持这个小道场的，啊，流通佛法，让他们去做。啊，这个样子，心、身心完全定下来了，这好啊！啊，建法庄，这建道场，立宗旨。啊，宗旨就是修行的纲领，修行的方针。啊，那么像印光法师已经教导我们。专修精业，啊，那就是立宗旨啊！啊，我们这个道场专修净宗的，不夹杂其他法门。啊，纯粹是个精业道场。啊，这里面这经论的学习，也只限于。无经一论，啊，主修的科目，不对外开放啊！啊，那我们现在在此地建立学院。学院当然是以培养弘法人才，培养弘法人才也用这个方法，皆行并进。啊，我们上轨道的时候要用这个方法，真干了。啊，但是我们还是要，因为现在这个社会，啊，每个人都是顾自己。真的是自私自利，啊，甚至忘恩负义，没有慈悲心，啊，没有普贤十愿里面离尽诸佛没有离尽的心，啊，我们为报施主，所以我们也开短期的佛学班。啊，一年四季我们办四次，一次短期班期限是70天，就是10个佛期。啊，让我们自己的同学们有机会练习。讲经教学，啊，同时这些护持我们的施主，谭月，啊，也能到这边来看看我们这边修学的成绩，啊，我们要拿出成绩来报答施主之恩呐。啊，让他跟我们共同生活2个月，啊，来看看我们解行的成果，啊，值不值得他继续来护持？啊，如果他觉得来看了之后他很不满意，啊，他以后就不再护持了。这个是正确的，对的。啊，宗旨要鲜明，大心教化了。啊，你这一个地方做好了，就由别人来模仿。啊，希望这种小型真正修净业的道场，各个地方都有。
啊，都有好的法师或者是长者居士来领导，啊，人数确确实实不要多。啊，这个才是佛度众生啊！幕后一尊佛，持法佛啊，这是第六尊佛持法，表自他依教修行实证佛法实宗。重是坚固，啊，持是保持，啊，就是受持啊，我们接受如来的教诲，永远保持依教奉行，这叫持法。佛在此地给我们做榜样，啊，我们希望。一切众生与佛有缘的都能够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个依教奉行啊，我们自己先要做到啊，自己做不到啊，希望别人做到这是不可能的。诸佛如来祖师大德乃至于世间的圣贤君子啊，这个在古代都是自己做到了之后才劝别人啊，啊，然后才教导别人啊，这是一定的程序啊，自己先做到了，自己得到好处了。无论在思想、见解、言行上，都没有忧郁，没有怀疑，啊，为什么呢？自己做到就是通过实证，啊，这个法门没错，我真的得利益了，啊，这个时候劝人，人才相信啊。啊，所以弘法的时候，它是有两个阶段的，先劝告大家，啊，到自己有了德行了，有了这个声望了，啊，在教化众生，啊，在什么时候从这个劝导？转变成教导呢？我们在前面读过，到上座，你才有资格教化众生啊！啊，上座，我们就是以讲经啊这个例子来说吧，你要在讲台上讲满30年。10年下座，20年中座，30年上座，啊，换一句话说，不满30年劝导啊，满30年大概自己年岁也就差不多了。啊，20岁出来讲经，讲30年，那50岁了。啊，在从前人家看到你都称你是老法师了，50岁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时候，啊，可以教导都要从自己本身做起，你要教别人，你自己没做到，你怎么能教人？
啊，我这次到这个台湾，啊，虽然短短的五天的时间，我接触了一些同修，啊，有几位同修告诉我，啊，他们在家里面教自己的儿女，儿女小嘛，啊，教他念《弟子规》。啊，小朋友念了，念了以后问他的爸爸妈妈：“哎，这个你没有做到啊！”啊，他爸爸妈妈都搞得不好意思。啊，你没有做到，你为什么叫我做？古时候的教育，父母真的做到了。啊，叫儿女学习，儿女乖乖的学，他没有疑问呐。啊，现在难了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做父母，小时候没人教，现在看到这个不错，想教自己的儿女，但是自己没能做到。啊，自己不能够以身作则，家庭教育很不容易啊！啊，教儿女要以身作则，学校也是一样啊。老师教学生，老师要以身作则，你才能教得好。你不能够以身作则，你怎么能够教学生？啊，同样一个道理，国家社会的领导人，你要不能以身作则，你怎么能教全国的人民？你怎么能教全市的人民？啊，你做个市长，啊，你是这一个市军亲司啊。啊，你是这个都市，是这个地区，是这个国家最好的模范呐！啊，在从前确确实实如此。啊，如果你这个国家领导人是军不军，啊，军是国家的领导人呐。不像个国家领导人，人民受苦了，人民受苦不甘心啊，会把你的政权推翻了，啊，就闹革命了。啊，所以早年我在新加坡讲经的时候，啊，那个时候还没有常住新加坡，啊，每年去一个月，啊，去讲一个月经，啊，演培法师跟我非常好啊，啊，有一次他请我吃饭，啊，在他道场。他就问我一个问题，哎，他说：“净空法师，你是赞成君主还是赞成民主？”啊，我告诉他，我赞成君主。他说：“为什么？”我说：“君主比民主好。”他说：“你这个头脑太旧了，你不合时宜了。”我说不管他合不合时宜，啊，我们是就事论事，啊，君主的好处在哪里呢？这个帝王他想代代相传，
啊，想他的子孙呢都做皇帝。这个虽然是私心，只要对人民好那就行嘛。因此他培养国家的接班人，真用心啊，全国第一流的德高望重的这些学者啊，他们的品德、他们的学问、他们的才艺一流的，请他来当老师，教他的太子啊、王子。那么这些都是将来的时候这个国家社会的接班人呢，他们受过最好的教育。所以他们接班不至于出大乱子啊，受的是最圣贤教育，读书明理啊。如果他不遵守圣贤教诲，不遵守祖宗的惩罚啊，这个祖宗所立的法令规章啊，他要破坏不遵守，他的政权就保不住啊，就会有人起来推翻他啊，改朝换代啊。所以哪一个做帝王的不是战战兢兢的啊，他才能保持得住啊。末代皇帝说实在话就是违背了老师的教诲，违背了父母的教诲啊，到他自己掌握政权之后为非作歹啊，贪图享受啊，不顾人民死活啊，那立刻就被人推翻啊，这个我在中国历史上能看得到的。那么民选的这个领导人啊，他是不是受过最好的教育，那就很难讲了。他是不是肯负责任啊，真正的是爱护老百姓，为老百姓呢着想，为老百姓解除苦难啊，带给老百姓真正幸福美满，很难呐、啊。为什么呢？他任期有限呐、啊。啊，在责任感上的时候，实在讲的时候，比不上帝王。我看得很仔细啊，啊，细心去观察，去体会，啊，君主制度虽然有它的缺点，啊，但是比民主这个制度的时候缺点要少。啊，就在教育这方面来讲的时候
君主时代非常重视啊，很多非常好的制度，防非杜渐呐，啊，真正负责任的帝王啊，啊，你在中国历史上去看，很多不负责任是极少数啊，啊，那是什么呢？叫末代帝王，啊，亡国的帝王他不负责任。所以他很快就被人灭亡啊！所以诸位啊，要多看开国的帝王啊，你不要去看末代帝王，你看开国啊，看这个朝代鼎盛啊，不一样啊。那么佛法的修学教学始终啊重实践啊，所以佛法重实质啊，不重形象啊，啊，形象是教化众生用的啊，当然也很重要，但是最重要的是质。你自己没有真修啊，只总搞这些形式，形式不能利益社会，不能利益众生啊，一定要有真修啊啊，真修那就是要依教奉行啊。我们讲习当中常常勉励同学啊，真修的人要放下自己的成见啊，放下自己的妄想分别之处，要随顺经论教诲，经论是佛菩萨的教诲啊，要把经论里面的教诲啊完全落实，变成自己实际的生活行为啊，这叫真修啊。起个念头就要想到这个念头啊，佛在经教上许不许可我们起这个念头啊，佛许可的那一定是善念，一定是利益众生利益社会的啊，这个念头好。如果佛不许可的，那一定是自私自利的啊，一定是损人利己的，损人利己的念头不能起啊，那造罪业啊，真的从起心动念真的下功夫啊，这叫从根本修啊啊，言语造作时时刻刻都要想到经论教诲啊，所以为什么叫你做早晚课啊，早课的用意，这实质上的用意是提醒自己，我这一天要遵守佛菩萨教训，不能违背。晚课是反省，我今天思想见解言行，这个时候认真反省一下，有没有违背佛菩萨教训啊，有违背的赶紧要忏悔，要改过啊，明天不要再违犯。与佛菩萨教诲完全相应的思想行为，哎，明天要继续保持啊，不要失掉，这个是真正做早晚课啊，这是真正修行啊啊，早晚课不是形式啊啊，念给佛菩萨听听，
佛菩萨才不要听了。啊，是念给你自己听的。总得要晓得这个意思，持法佛在此地教导我们。再看下面呢，上方佛啊，我们把这段经文念一遍。舍利弗，上方世界有梵音佛、秀王佛、香上佛、香光佛、大眼尖佛、杂色宝化延伸佛、娑罗树王佛、报华德佛、见一切义佛如须弥山佛。这个上方世尊为我们说了十尊佛，前面西方我们看到七尊佛，七代表圆满，十也是代表圆满。华严经用十表法，这个地方笔记里头写的上方略出十佛名，表觉性圆满一生成佛，通通都是表这个法门。那么这个一段经文里头有很深的意思啊，我们佛门里称之为密意啊，这个密不是秘密，深密，很深的意思啊。我们学大乘的同学应当能够体会得到啊。这个意思实在讲很明显的，等同华严跟华严一样啊，没有两样啊，表这个意思。细心再看呢，这十尊佛的名号啊，你细心去观察去体会，这个意思就更明显了。我们看第一尊佛梵音佛，梵是清净的意思，音是音声说法啊，诸佛如来在娑婆世界示现教化众生，娑婆世界众生耳根最利，文殊菩萨为我们拣选圆通，此方真教体清净在音闻。帮助一切众生，用什么方法呢？用教学，用说法啊，这个音声清净音声啊，从什么地方看到清净呢？舍四相四界，说法清净无有染著啊。这个是真正发心，如同诸佛菩萨一样到这个世间来啊，尘缘再来啊，
啊，我们来的时候是凡夫，迷惑颠倒，啊，但是通过啊二三十年的学习熏陶，也要转凡成圣了。上根的人，十年就转过来了，啊，就转凡成圣了。那根干，啊，从哪里干起呢？这《金刚经》上讲的，破四相，破四见。四相是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。受者相，四见是金刚经后半部所讲的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受者见，啊，所以我常常劝勉同学，我们修行从哪里下手呢？啊，这破四相，破四相从哪里下手呢？放下自私自利，放下名闻利养，放下五欲六尘的享受，放下贪嗔痴慢，这个就是破我相的实际的方法啊！在日常生活当中天天干呐，认真地干呢，你要干上十年，上等根性的十年，转凡成圣。为什么呢？这个四相四见破了，在大乘，你就是至少啊，圆教初信位的菩萨了；在小乘呢，那就是须陀洹果了。啊，你真的成就了。上根人，中根人二十年，下根人三十年，转凡成圣啊！啊，那么这个时候你说法当然清净无我，起心动念呢，一切众生的他的利益了，不是我的利益。啊，念念呢，舍己为人，没有一丝毫的染着。啊，什么是染着呢？自私自利就染着。啊，我有什么好处染着了？啊，没有我啊。所以，来的时候，我们到这个世间投胎来的时候，业力来的。学佛之后呢？转业力为愿力，啊，业力那个身呢已经死了，现在这个身是愿力身了，愿力身就跟诸佛菩萨成愿再来没有两样啊。啊，现在活在这个世间，一切是为苦难众生，不是为自己啊。啊，要为自己的话，随时可以往生啊！啊，自己事情已经办了嘛。经论上常讲啊，所做一半呢，不收后有，不收后有就是永远不再堕轮回了。自己事情办妥了，啊，那这个身体还住在世间，住在世间干什么？这不很清楚、很明白吗？为众生，为佛法，啊，为正法久住，为广度众生，为这个了，不为自己了，啊，这你真的转过来了，啊，还有自私自利，你没有转过来。
这个事情总得要清楚要明白。现在时间到了。